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，金融摸出来巡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这边，是位于好像是大雅要往中科的方向的路上的某一间。那这一间大家有看过很久以前的影片的人，应该就会比较不陌生一点，因为这个就之前我曾经有跟阿修在这一场拍过片，是个至少好几年了，应该两三年、三四年了吧，很久了。那我们今天又来到这一场，就来这场小巡一下吧。好，我们就来打第一台。这一台呢，上面就有一个已经在洞口上面了。这个是我刚刚一下来的时候，我来试一下台，试个10块钱，就他跑上去了，应该夹后面就撞下来了吧。我再把这个拖下来，直接就跑出来了。这个水桶好用，这个水桶是折叠式的，你看它台主把它放大，然后包膜，不然它折下去是可以很扁的一个水桶。如果你今天在外面呢、啊，这个算是蛮方便携带，而且又好用，感觉可以再打一个。啊？自杀？自杀？但是它拿出来真的很难拿，你看它是整个出不来的，然后我就要把它硬搬。有没有想说再夹一个就好？还要再夹一个吗？都可以。哎，这样10块出不是吧？太快了啦！哎，有没有青苔奖？没有。哇，一瞬间我们才打了2分多钟，出了3个。对啊，那这个要打脱，这个应该会比较困难一点。还是我左右它就喷出来了。哎呦，来了吗？哇，回来！我们等下正门那个再试试看了，把它打出来就算了。可是我刚那些全部是不是都弹出来的、啊？好像是哎、欸。所以全包就好，还是把它扒过去？烦！这个跑出来啊，这个。它过来可以无限枪位，应该是说现在已经可以无限枪位了。来了，一二，再全包。哎，正常打要怎么打出来啊？捏宝吗？捏宝，感觉可以。这个回家了可以。来了，哎，拖过去吗？哇塞，夹不出来了。对啊，哇，我们刚刚都是弹出来怎么样的，就现在要技术解有点尴尬了。哇，我卡住了，我把它解掉好了。安内嘞，嘿，哎，好来，极致宝。尴尬了，这个尴尬了。刚刚就跑了。可是刚刚那个真的太快了。有啦，还是有机会啦。拨一下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拨一下。
这样子。有了呗，那这一台我们就先夹这四个吧。嗯，我们再寻一下其他的。好，我们来打下下一台。我在娃娃机，我们好像有看过，但是看到的次数非常之少，就是那一颗黄金方盒。嗯，我一直很好奇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来吧，我们就试试看能不能把它抠出来。我一直很想把它抠出来，但从来没有打过。进去。哦吼，我看到它的真面目了呢。哎呀！哎呦！他写什么？那到底是什么？等下我把底下这个也抽掉，这个啊，走开啦！你们这些全部都不是重点，我什么都不要。走开了。嘿，都飞进去了。来，他写快充头吗？他还给你一个问号。对啊，所以他问号里面到底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来，吸得动呢，只是反过来就不行了。哇，好像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这个高度，这高度小尴尬。下去也好，不然那个高度真的是没办法。再吸一次，吸，有了，就这么粗了。哇，这一颗轻啊，以方盒来讲，它可能比228还轻哦。然后它这边有写，它写 3.4A 超快充电，然后它有很多的充电的孔哎，所以你插着你可以连续充好几个吗？四个孔。没关系，这个我们到最后再来开箱。嗯，那这边还要继续吗？我们要拼要打，我觉得只有大条线。大条线感觉不知道，因为但是怕太长，但是可以试试看。而且这个线，不得不说这个线也好用。哦，这个线还有那个快充头，那个也是快充头。也好用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在用。太长。哎呀，而且是不是斜坡？嗯。它变平台。对啊，来哦，来一个东西上去我看看。啥？啊？那个有没有帮助到刚刚？是啊，来，那就再来。我也不能去抽后面那根长的，抽下去它后面会躺掉，然后这个就下去了。可是是不是好像没啥作用？站着，它只要跨上去就有了。哦，来，逆斜甩吸它一下，吸。没吸，他自己脱掉了。用捞的。哎呀，哇，那算了，我直接把它打掉好了。嗯，看能不能把这个也出掉就好。感觉差点。上，这没在极致宝脱钩吧？拨一下就好啦，拨一下，吸一下。我吸哎，再吸。啊！可以甩打吗？可以，还是我拨？看你。这样。又出了一个快充头，这个吃下去。来，线，再来。其实它只要你看，像我们下面都有铺一些在底，在下面，吸它一下，拨它一下。
下就好。哎、欸，再拨一下就好。不管。有了。哎、欸、嘿，最后一条。放弃它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吸一次，让我吸一次。刚刚就是这一条，怪怪的。这一条吗？对啊。好，最后10块，他这一次没有吸过，我就不要了。怪好，那那一条我就不要了，因为我们也夹很多条，那我们就先夹这样子吧，我们再寻一下其他台。我们来玩一下门口的巨无霸，这一台我们之前好像也都完全没有玩过。你说逆这一个？对啊。逆。吃不到。吃不到。只是现在这个有点挡在这里了。那时候我们一开始来看的时候，这个没有在这里，是因为有人玩过了。我原本我的目的就是要打这一盒。那一盒下来，那边有个斜坡，因为那个螺我印象也是小有一些些小重量，而且这台甩浮还不错，这个甩浮应该可以拼脱。其实这一盒在这里我有点尴尬，那怎么办？打走它，一、二，哈哈。细细看，好像是有开爪具啦。哎呀，走开！这个是谁打过来的、啊？哇塞！玄猫，咻咻！哎，换成零公仔。对啊，哎，怎么吃到它的啊？啊，它这样吃起来。斜坡不见了。哎呀，那我这只螺怎么办？哇，我的螺啊，中，好，彻底没忘。那个卫生纸应该好打。哦，有了，外丢，一、二、外。这个总不能拼脱钩吧？全包，有了，尿尿尿。感觉100/100。哎、欸，还是我这个把它打下来。哇，我的螺！一、二，过吗？好像有过。来，卫生纸。输，输，太重了。对啊，它卫生纸 hold 不住哎。那我等下是不是这样甩过去，用大甩一点甩过去，捏起来在我前面就好了？好，来了，没有螺，那我至少要打一包卫生纸。还是要把下面那个打走。因为要给它越过，应该是比较难。这个走开，一、二、射，再一次，一、二，射出来了。哎，没有哎，卡那一下，哇，这一个烦哎，卫生纸啊，我要卫生纸。是动得到了，但是不好打。嘿，算了，我直接拖卫生纸呗。哎呀，哎，上跨在上面去好，不要弹回去。哦，一个洞啊！现在就是卡在这一个跟那一个。那个标准盒公仔，不然你把那枚全包一下。哎呀，我把它包一下好了。嘿，二收，上。立起来有没有比较好？它要倒了，给它飞过去，飞过去。哎，
是要倒回去几次啊？上来，挂着就好，不要再回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上来的意思。好，来，有了，这个还是要保险一点。保险一点，可是我怕你宕机耶。哦，我也有点怕。应该是会解开吧。OK， 解开，解开，解开，回来。好，这个卫生纸必出，打不出来，我把卫生纸给吞了。来哦，中，棒，中，棒，哈哈哈哈哈！卫生纸出来了吧？那接下来呢？前面这些呢？给它直上一下。可那个下来那个要怎么打？全包？那全包有办法外丢吗？就只能全包而已。对啊。你刚刚不是也是全包？对啊。来了，这一只也是没看过的。全包。哎嘿。你看，差一点。耶，哎，哎。出来一点啊！对啊，不够出来啊！哦，有了有了，一二四，一二，看不出来。哎，我有翻到哎。对啊。有了吧？哎，看你多会。标准盒就不知道了。我试包一次。哎，哎。来啊，下面这一个中，两组一起出来，会不会夹两个，然后喷出一个？难讲，夹两盒，出一盒，再一次，夹到大的，对啊。哎、哦、呦呦呦！他现在球都跑到前面了。对啊。怎么打、啊？不知道啊，捏宝啊。捏宝吗？捏宝，我觉得应该也是脱不了了，他应该也是喷而已。但是不一定，多半你。好啊，出这个小玩具。嘿嘿，那这一台我们就夹这样子吧。我们最后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那我们今天总共就夹这样子吧，也非常的不错。最主要呢，有夹到这一个黄金方盒，我之前一直想要夹，但是。之后遇到的机会非常的少，不然就是遇到的时候那个台主摆在最里面，我也没有去拼拼看。然后这边还有夹了一袋，这一袋里面就是那个折叠的筒子，还有卫生纸啊，还有那个小玩具。那今天的出货感也是非常的不错啦，而且重点还有这个，重点的重点，我们就是为了夹它。然后我们来开箱一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，会不会跟这个图片长得一模一样呢？噔噔噔噔噔，哎。太小颗了吧？对啊，怎么这么小颗？这个图片，这个图都比这颗大，就这样子哦。一个那么小颗，比
装一个大盒子。对啊，这么大盒子，然后里面就这样子。然后这一个它的插座就是内嵌式的，能够做折叠，就比较好收纳、好携带。然后它这边就有四个孔，四个孔都是 USB 的。这一个上面没有写任何说明，就只有这上面啊。这个上面有稍微写一下，说它是快充功能 3.4A。然后它有四个插座，对，四个可以同时插，对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这一颗也非常的简单，也没什么好多介绍的。那这次呢，我们抽奖就抽这一颗吧。这一颗也是我们第一次打出来的，而且也是一直想打的，终于打出来了。那这次我们就抽这一颗黄金方盒抽奖送给大家。这一颗的抽奖办法在片尾，大家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